哎呀，我看到你坑是啊，你这，你看人家都说有人妈怕数字，你年轻人不怕数字这样子。哦。你这么神奇。 你看啥子？你看，那弄的那个功能是什么的？那样都得想出来的办法的。哎，还都对。哎哎哎！不过那他，哦哦，让他起来了。好红，你看这个。 哇塞，朋友，树墩儿喽！边儿去，这是长了的，你不长点儿，这外头都不能。嗯。好，你讲个啥？嘿。嗯。哎呀，喂。 俺那是我弄直接弄的，干的搞的干。嗯。那个这不弄嘞。这是老鼠是吧？嗯。哇，这叫啥？这肥红的，它我还没看你看呢。可以，这个把钱给我摸了。哇，你这个，哎呀。吃啥嘞？可以，吃。嗯。可以看。 今年可以。我们打蛋，这么熟的。嗯。好，在外地方的。嗯。这人才是谁？ 他因为他只要四个，还是不是四个？一个要不得。哎呀，哎呀个妈呀！这个不要，这四个不要，今天叫都吃，那不过西瓜是可以吃。这样，这下来，这个拿的是吧？啊。 哎呀，有一个是男的，这个男的不要。嗯，这个好的。装满了。哦，这一下是装满了的。你看，是不是装满了嘛？一个。五个，就是这样。哪一个？ 慢点，慢点。哦，在那儿那个。那哦，那儿几个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底下都在多少个？嗯。 现在的栗子少，嗯，些树去年栗子多，非常红一棵的。
看这个王八，我这是没戏啊，漂亮吗？这个栗子是最安逸的，这些红的。其实我喜欢吃这种。哇，这个叶儿彪。我选一个你喜欢吃，这种非常红的。其实我觉得栗子还是这种青的才有酸味儿，晓得不？好准，走。